节目一场接着一场。是，刚才是闫云达，哎，跟郑豪老师。好嘞，闫云达，闫云，不是闫云达，不云不云。怎么说也是，谁把这个性格放到名字里头？那也够缺德。云当界的一朵奇葩啊，说得非常不错。是，下去跟郑老师俩人洗腚去。哎，休息休息，这回把他牵上来。这个他录了，要牵上来。不说到你心坎儿里了。好家伙，你看他乐的，看这票钱花值了。怎么说？就把您踢上来呀、啊？给您不是人话。把尿出来呀、啊！是，把你够宽的。咦、嗯？不是你看见了？比我结实吧？把您咳出来不是？把您啐出来不是？把您掏出来？把您拉不是？把您放出来？那叫请上来。对对，把您请出来。哎，这个特地的，请对，请出来。哎，说相声是。哎，对您很熟悉，了解吗？当然，关注您五六年了。是。哎，见天天的关注您。你不关注我也不行。哎，喜欢您啊，就是最近您这个可能是发型有所改。干嘛有所动皮毛了？哎，这不又长出来了吗？一点点，说明您肾好。跟这有什么关系？哎，人中医学讲的说什么呢？这个毛发呀，比较浓密的男人肾都好。您那个不浓密的、啊，我这最好。我好。也好，看最好别好，说就说呀。认识您很长时间了，是是是，对您这个说相声呢啊了解太多，我很关注。哎，太对了。其实呢，说白了，为什么这么关注您呢？为什么呀？想通过您啊，学习很多的知识。哎呦，这不敢当，能学习什么呀？舞台上面的经验值得我去学习。那是老演出嘛，因为什么呢？啊，毕竟都是同行，哎，有所借鉴的地儿。今天瞧见您了，俩人一个人，咱探同行，咱俩同行，耶、yeah ，哎，这是小学玩正经，没劲啊。咱俩说，你也是演员？对。哎呦，演您瞧没瞧出来吗？我是一个演员。您演的是个大公鸡的。我签死你，你信吗？我签死你，你信吗？要不您演的是个喇嘛，对不对？那咱俩拉拉手吧。啊，小和尚。我是喇嘛，他们小和尚。哎，不是，那您演什么呀？我是啊，从事这个戏曲工作的。啊，您是一位戏曲演员。哎，说白了吧，啊，我就是一个唱戏儿的。那叫唱戏的。哎，唱戏的啊，一个戏子。什么戏子？这我看您不像戏子。那我像鸡子。您倒霉模样，浪个劲儿的。哎，鸡唱京戏儿。那叫唱京戏。哎，唱京戏儿的一个大老瘪。什么大老瘪？大老瘪啊，您还够像有盖儿的。什么大老瘪呀？大老板，哦 ，very 大 boss， 哎，这是面瘫的 boss， 哎，大老板啊，真正是唱戏唱的，还是唱不出来。前弦我就唱戏，是吗？跟你们一样啊，专业哦。我们7岁就在课边里，哎，我当初小时候我就课边啊，我磕的最好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是，要说你那脑门那么亮，进天儿梆梆梆。磕班儿，学徒嘛，磕班儿，你叫磕边儿啊？你要磕角呢？叫磕着点儿呢？磕班儿，哎，打小做磕，7岁做磕，啊，够小
七岁做科，今年23。好的，我那就你，咱们别带虚字行吗？我可听见了，知道吗？哎，我可听见了。你听见什么了？这虚字我可听见了。反正咱这儿可有摄像头，你知道吗？都给你录下来。那就下去呗。不是大，不少年的。那可七岁做科，23出科。啊，对对对。你琢磨我磕了多少年？跟我们老师那是没少学习。哦，这知道我老师谁？我那知道你老师。哎，知道我老师谁？你别谦我。我说出我老师的名姓。啊。哎，吓死你！谁呀？说出来我老师名，吓死你！对谁呀？吓死你！吓死你！吓死你！不是，别光吓死，鬼节是昨儿。问你谁呀、吓死你。那谁，那谁是哪谁？老师嘛，说出来老师吓死你嘛。是吓死我。那老师是谁呀？就是吓死你。老师就吓死你。说出来老师吓死你啊。就是老师的叫这个老师姓夏叫死你。姓夏名你字死你。叫夏你废话，还有好玩的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我感觉不知道。你看你看这我们老师不在市面上唱戏，不在市面上专职的教学。啊，别吓我，不在市面上，你别黑市唱戏。我黑市打拳卖油，你都没听到黑市唱戏。唱戏的够水的，挣着钱了。别说这不尊敬我们老师。啊，好好，你老师好啊。啊，你们老师谁啊？郭德纲吗？那么矮个儿。今儿下雨天他敢出来吗？再淹死他。废话，我们到这儿我们活着，他到这儿死了，对吧？对不对呀、啊、那我们老师也明着死的，不是黑市死的。这得水发的，这得是。哎，送他双雨靴，连裤衩都省了，是吧？多大一双雨靴，对不对？蓝腰子都没了，知道吗？那都饿得慌，有一屋的。别瞧不起老师，知道吗？教会您能耐的老师就是好老师。但是你师傅长那德行，我说什么？对不对？起码我师傅能站着死，对吗？你师傅趴着牛的死。对，别说了。那您这个夏老师，夏老师，哎，您这个夏老师都教您什么了？那可太多了啊！京剧讲究武法。哪武法？唱念做打。我不是缺一个，我倒是得找一个。那个京剧讲究四法，唱念做打。得了吧，我都知道，唱念做打翻。我不能翻。不是你这人没劲啊！我们老师教学的科学，因地制宜，我还没戏啊！这是你们老师，我一翻就是抛饼，啪一个，一啪。那你要现场很惨，知道吗？因为唱念做打，你要这么……你没见过那个摔那肉肉柱子啪一下，肉馅儿滋满了都是。我知道摔你长肚子，满耳朵都是。我你唱念做打，他无法吗？哎。老师教的也包括四堂呢，还什么生旦净末丑。不是大旦觉得我这样就不行，就改了一个。你铁定是不识数。看的真真是生旦净丑四堂没有末。哎、哦、哎，生旦净丑，哎，生末净丑没有旦。不是我有点别说你，别说你糊涂，我都要糊涂。就这五个字儿，你给我出毛了。生末净丑，哎呦！我死不干净了。现在东北的一个还来得及。哎呀，生蛋，生末净丑，没有蛋。啊，那您
光我这身材也是夹得出来的，是不是都对啊？哎，这是你先讲，真真的假的？你这带生一个多少钱？有长我这样的带孕妈妈的吗？那没准儿本家是一瞎子。一摸你这够肉乎的，就你生过来的。哎呦，不，什么叫？还一摸你大屁股松哪块儿去？我一摸我这够肉的，生只老生。对呀、啊，挣的还多呢。不老生吗？那一年也就下一窝。那换个词叫老接活儿，是这意思。生，你这肚子多少八斤？你可说呀，对不对？生指的是老生，就是有胡子的男士。这么解释，有胡子的男士，哎，你够准确吧？哎，够准确吧？我都没发现。老生，我你不用等，老生比较稳重，在台上一般都是老人，对吧？对，非常稳重，听老生。老诱导我，您都带孕妈妈了，您这不是你是带孕妈妈？那我姐是谁呢？你光就说了，您老生好了。哎，对了，啊，这个真看不出来，专业有机会。那我跟您好好聊就行。有机会我也真这么着，我听你这么多年了是吧？啊，回头我也教教你，这么着咱俩都包容住。都好好的，行吧？争取把这个业务呢有个提高，咱们呢对得起观众的票，是吧？今天不行，行，因为这面下午我呀上哪个河沟边上我找你师傅，别淹着。哎，我给他送一吸管，这么着折着。你这儿拦了你半天了，我说你是不是自闭？非得把这套话说完了。这是包袱，知道吗？这是什么包袱？这都是包，这不是包袱吗？说人不可乐吗？啊，他身子矮个，我送他个吸管来往上嘬，有空气也死不了，是吧？潜着水都不行。这家你要从河里边把他捞出来，以为你刚生出来一个呢？什么玩意儿？他是我生，我告诉你。没事，要告别一块儿，明天咱们俩都告别演出。今天还有节目单贴着。现改来的名字，他为什么赶得回来啊？不是，你呀，不用教教我，后边那话对，咱俩探讨探讨可以，教教我不必。我就说这意思，咱俩找机会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关键这好多学术方面的事儿，你要台上交流，观众瞧着我，我要下三滥。还是一定要隐晦一点，来，别台下都不行，走。不是自闭，你是什么？什么？不是，您唱戏的哪有那么多学术方面的交流？当然，要是唱戏，怎么这么多学院呢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们说相声有几所高校？你跟我们说说，我听听。对不对？我们唱戏全是大学院，对不对？嗯、中央戏剧学院有没有？戏剧学院有国戏剧学院，我说你边儿什么呀？哎，有知道吗？他不像想笑说相声的，歇菜吧，丸子。这你说了没有？我们是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哎，上戏有上有吗？有吗？哎，上海戏剧有没有？哎哎哎哎哎！你敢说没有？你说这我们就哎，你说没有？你说，我给你咬住我。敢，对不对？确实他有啊，对不对？是是那我们。你们这也就天津完了没了。我们这中国北方曲艺学校，这不就是天津的吗？啊，对，曲艺学校，这不一个地儿吗？是一地儿吗？我们这儿我们琢磨琢磨就说是两个。我问我们北京少儿曲校，你这是谁办的？李山，李文山，你那说话说还不利索，老头儿的，你是吗？你说出来这个观众都不乐都傻了啊！让他说李文山，说李文山干嘛？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就得说啊，我知道人多了，我都说出来吗？那不够先闭了对吧？那你这说话你缺德，说谁骂谁？你这是想你甭管艺术院校怎么着也好，唱戏这东西你会了就可以。对的，我就说咱俩私下聊了，是不是？今儿是我不起来，我不起来，我不起来。
就咱们耽误大功。不是你干嘛呢你这儿？你这孩子你不踢你的老有这孩子事，我那意思大家差不多就散了吧。为什么？因为外面下雨了啊。已经下雨能散哪儿去你告诉我。那就都别走啊，都别走，那你踏踏实实坐住了，就没事儿。哎，我看你半天了。我碰你，你跟我说话别自闭。我生气的不容易，我小姑自己。我问你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啊，你说。哎，你是说相声？是啊。哎，你说相声，观众干嘛来？听相声。听相声为什么？乐呀。你说半天你怎么乐呀、啊、看你生孩子不乐我不可乐，我一捧哏的我怎么可乐了吗？看我这可乐。对呀、啊、就看这臭不要脸的。再说了，来，反正也走不了了，你就是你们想回头交流不用，就现在后台都下班了，反正就我一人也没事儿干，这大伙儿也走不了，相声大呢，咱俩这唱一回怎么样？来一个。好、哦、来、哦还有不少没拍的。总结是这么个道理啊，反正因为出不去了是吧，这种点你们要出去就反正淋着，淋着明天就感冒，感冒就肺炎，你知道吧，反正你没出去怎么那么说的呢，对不对，反正你这出去之后你进来还得再交门票钱，对吧，你哪儿不是避雨啊，对不对，你这我也是交进来的，但凡都去别的地儿我就不进来了。不是你交的，你这尖儿是怎么出去的？